来。见了本少主。水月亭轩门。来黄剑冢团见。我乃只见奇宫公主韩雪色。怎么不像吗？在下清风照弟子行。我便是福若兰，本少主叫树。没眼色的东西。见了本少主。少侠，又见。妾身乃五帝窟之主剑戟巫少树玉洁，愿与少侠合作，共谋对敌之策。黑蜘蛛惊墨，水月门下。水月亭轩门下。我便是福若兰。见了本少主。在下清风照弟子秀明。水月门下。少侠，你房间里的。我知道。山盟少侠若是皮。哎呀，好久没有打铁了，前些天看有不错的材料，给你打了对护臂，你看看是否合身。小友倒是勤勉，我独自晨练几十年。我知道，大家都更喜欢哥哥。哥哥狐狸。妾身倒是也不反感这个称呼。楼春千金剑鱼赤血神针赤血神针蝶舞黄花清风十三式玉楼春千金剑鱼赤血神针蝶舞黄花清风十三式清风十三式玉楼春千金剑鱼赤血神针蝶舞黄花
事。奴家可是全依照少侠说的办了，少侠要赏宝宝锦儿什么？赤血神针，奴家可是赤血神针，奴家可是全依。水月庭轩门下，彩兰。在下便是。我就是陆燕七，我乃木鱼色，号称。许久未下山来，不知江湖是否。在下清风照弟子秀。水月门下没眼色的东西。在下清风照弟子秀。我便是福若兰。我就是想看到你这样的表情，没想到吧？想当年，有机会，有这一命不惜者，不如游师。如今想来，刀藏三千。